做原来基督师来做一个告别的仪式。我们所有的主内同胞还有亲戚朋友邀请你们来向前过来，来我们要送他人生的最后一程，也邀请你们前向前走过来，特别是请来做个祷告，一起。谢天父，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的来思念我们的软爱基督师，他洗了地上的劳苦，今天回到我们的身边，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地方。虽然我们的心中是依依的不舍，但是主你却把他带到更好更美的一处，让他不再受这个世界上劳苦重担的捆绑，但是他得到了完完全全的自由。主，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来思念他，思念他曾经为你所做的一切功劳，让他的工作，他所形成的服事，今天让我们能够来思想，成为我们内心的一种推动力，内心的鼓励，使我们也能够学习他的榜样，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来服事你。主，我们思念他，同一个时候，主，我们也特别来为他们的家人来祷告。主，祷告求你也安慰他们的心。主，我们知道家人的离开是让我们心中非常的难过，但是主，你与他们在，求你帮助他们能够来思想到主你对他们的爱，让他们心中得着力量，让他们能够再次得到坚固起来，使他们能够继续的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中，让他们来学习他们基督师他的榜样，走到人生的尽头还是一直的来爱你，一直的跟随你。主，我为此来庆祝他的生命，因为主你帮助他，你使用他，你爱他。主，我为此献上感恩。主，我也把今天的追思礼拜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献上感恩，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圣名，我们一同祷告。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称颂神，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Good evening, dear families and friends. As you gather here today, as you enter in the presence of worship, let's remember that even in our darkest moment, God is our refuge and strength. We can trust in His love and the hope of eternal through Jesus Christ. Let us draw near to God today. Amen.As we went
最后的一个路程，这些年来我为无数的弟兄姐妹来主持丧礼，可是为牧师操办丧礼啊，还是第一次。感谢巴斯就说的家人给我这个机会，就好像我15岁的时候巴斯就说给我机会上台讲道，还有在特别也是在17岁他带着我去中国宣教一样。所以我在想务必把今晚的丧礼做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希望以后的丧礼啊，有人啊会给我做好。毕竟你们今晚看着我如何办理我牧师的丧事礼拜，同样的以后我的丧礼呢，你们懂得如何是好。所以很要紧的，今天你的出席和我站在这里都很重要，因为让我们一起把今晚的追思礼拜交在主的恩手上。可以听你讲阿们吗？那我想为你读一段的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的10章45节，是这样说，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读一篇英文， For even the Son of Man did not come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 and to give his life a ransom for many. 那这短短的一句啊，话概括了基督教的核心信息和美好的生命关键。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一位属灵的
先驱者。什么是先驱者？就是没有人做过，没有人开始过，没有人做过的，他去做。英文我们叫做 forerunner。 我们看到有一位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我可以用奇妙 amazing 来形容他的生命和服事。在槟城，我敢说这是前无，就是前无古人啊，后无来者的描述，一点都不为过的。至少至今，我仍然觉得我们的巴斯就说是怎么样的一位人。马可福音十章是十五节，就是他一生的缩影。也为我们留下属灵的痕迹、踪迹。但巴斯多说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他与众不同，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跟随了耶稣。可以听你讲阿们吗？耶稣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提出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他是来服侍人的。第二，他是来舍命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可靠的榜样，耶稣的生命是服侍人的生命。因此有生命力的服侍就是愿意服侍人。可以听讲阿们吗？巴斯就说就是这么样一个生命。他是在1986年带着40灵级回来槟城来开拓教会。尽管38年前物价偏低，也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够以区40灵级来去开教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先驱者， a forerunner， 他有先驱者的精神。虽然如此，巴斯就说选择了红灯脚安定港，还有土桥尾 Tokyo Boy， 这些平民窟来作为他的服事地区。在80年代，他是第一个向着平民来招手的。他落实了他靠主的灵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因此服侍穷人便成为习以为常的事。如果说服侍穷人对他来说是非常平常的，那是因为耶稣也一样做那件事情，所以变成很平常。巴斯多说的生活在主的话语里面所 的话语里面建构的世界里面，就是这个主张谦卑服侍人的人毫不羞愧的来宣称自己是神。也因为这样，在他的服侍里面经常发生的发生什么呢？我们的牧师巴斯就说用车载人，载到一半我们的车油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就要凭信心祷告，把人送平安送到家，也要把自己祷告能够平安回到家。我也有很有幸亲眼目睹我们的巴斯就说牧师他如何为那个仅存的米缸还剩下1/3的米来祷告，求神加添，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在这个米缸里面。我们就奇妙的在剩下的1/3能够足足吃了一个月。耶稣向我们展示一种新的力量，一种牺牲而非掠夺的力量。他的存在不是为了占弱者的便宜，而是为了帮助软弱的人。
这是一种新的力量，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力量和伟大似乎总是趋向于自高自大和让别人听命于你的。由于服侍对象来自于贫困的家庭，所以就有了吸毒者、行邪术的、拜偶像的、暴力家庭，还有离婚的等等这种的家庭。也就是这么样，我们当中啊做了不少医治、释放、赶鬼的服事。而在那个年代，我可以告诉你，在我来到教会，我88年来教会，那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槟城没有人赶鬼医病行神迹。那个时候的我们几乎每个晚上啊，我们都在医病赶鬼，也有其他的教会转介那些被鬼附的重症，就是病重的人来转介给我们。Pastor Joshua也曾把我关在被鬼附的人同一个房间，然后他说你去把那鬼赶出来，那是我第一次赶鬼的经历。我今天跟你分享，弟兄姐妹，我想为的是什么呢？我想勾起你Pastor Joshua生前的点点滴滴，他给我很多奇妙 a wonderful time， 就是很珍贵的那个时刻。我虽然经历那么多，我信仰主已经35年了，但是这些记忆和这些画面，它是深深映烙在我心里面的。他不停叫我为那些癌症的危急的病患医治祷告，奠定我如何去行神迹的基础。他甚至亲身展示了如何叫一个已经死了4天的印度夫人从死人中复活，让我看到目瞪口呆。还有说到年长者和物资派送和派米，我们也是历史悠久的，我们的教会开始做了，我们也看到其他的教会也模仿跟着我们一起来派米，来派物资给贫穷的人。在我们的世界里，弟兄姐妹，权力越大，服侍你的人就越多，但耶稣却不是这样。他自称他拥有最大的权力的那一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应该我们得到别人来服侍我们的那一位。但他却说他为人子降临的全部意义就是服侍人。他牺牲并不是为了得着权力，他牺牲是为了让他的权力来彰显。这种的权力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在自己该在的位置上，就是让别人在你之上而不是在你之下，以这种的方式来行使权力，让我们看到神自己的品格。耶稣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位选择服侍人的上帝，阿们吗？对他来说，我们非常重要，他是一个关心我们的神，可以听讲阿们吗？但是可惜的，现今许多人服侍神却看不到这个奥秘，是我们当我们放下我们的权力去服侍人的时候，神的能力才彰显在我们的身上。
这位上帝不仅创造了你，还看顾你，弟兄姐妹，而且他在创造你的时候看你就是好的。他不是根据你的成就，根据你的长相，如果根据长相的话， 我长得这么样已经是没有希望了、根据你的知名度，根据你的收入多少，也不是根据你的罪孽来看待你。在神的眼中，你是值得他去服侍的人，可以听你讲阿们吗？所以我们有什么大了不起的呢？耶稣都来服侍我们。所以我看到 Pastor Joshua 的生命，他是一个服侍人的生命。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也在提醒你，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有一切你所有的都是上帝所赐予的，要不是上帝，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我想鼓励你，今天晚上做巴士就说，作为我们所有人躺在我们面前的，他留下这个宝贵的榜样，服侍人的生命。我希望今天我们在他送他最后的路程，我们也能够抓住这个精神，先驱者 a forerunner, the spirit of forerunner, 来抓住这个精神，继续的来跟从主，来跑这个天路。阿们吗？也许你今天在这里还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上帝，也许你也不确定你自己是否不相信上帝。但我敢跟你打赌的是，你不相信的上帝也不是圣经中的上帝。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难道你不希望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一样吗？因为为你服侍，为服侍人而来的上帝，耶稣说他来是服侍人的。也许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想，哇，太好了、如果是真的，那我想告诉耶稣啊，该怎样服侍我、我希望我的工作更成功、我经济更有保障，有吗？我不那么孤独，我要家庭幸福健康，对吗？是的，耶稣是服侍人的。但如果这是一个惊喜的话，我要告诉你第二个惊喜，就是他如何服侍人。耶稣来服侍人，他服侍人的方式就是去死。他说他为我们而死，就是最大的程度服侍我们了。不是给你更多的车，不是给你更多的房子，给你的银行里面的存款多几个零，不是。他服侍我们的方式是为我们而死。耶稣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这是与众不同的死，这将使我们受益，因为在十字架上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的死是有意义的，因为他的死是赎价，这意味着耶稣不仅向他自己提出大胆的要求，也向我们提出大胆的要求。需要赎金的人是那些被囚的人，那么谁是被囚的人呢？当他说为我们而死是赎价的时候，耶稣其实也宣告了我们并不自由，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都是被囚的人。耶稣的死是对我们
陷入困境的必要暑假。死亡不仅仅是我们生命的自然终结，它还是一种属灵上的交战。死亡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是属灵上的，而耶稣正是为了让我们摆脱那种更深层的属灵死亡，他代表我们，代替我们接受死亡。他将我们自己的罪和扭曲所带来一切的后果都担在自己的身上了，担当了我们的死亡。他邀请我们来接受他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耶稣的死让巴斯多说能够面对他的死亡。怎么说呢？耶稣的死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本来我们的死是没有什么想念的，结果只有背叛永远的死，并且与上帝永远的隔绝。但主耶稣不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沉沦，因此用自己的死来代替我们的位置。所以我们今天不怕面对死亡，因为我们对基督徒来而言，对基督徒来说，是只不过睡着了。有一天耶稣会再来，会把我们的灵魂苏醒和叫醒我们，和我们在空中和他相会。因此所有像巴斯多说相信耶稣的，能够像他一样从死人中复活。主耶稣叫我们永远的活着，与上帝永远的同在。各位听讲，阿们吗？他邀请我们在他身上找到真正的终极自由，摆脱一切束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的身上。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这么说。我们所要的就是来到耶稣跟前，这是我们所能做的。巴斯多说，在还没有离开之前，我记得五年前我有一个梦。我梦醒的时候，我在梦里面看到我回到我原来这个教会来讲道。但我心想，很不可能啊，我已经离开这间教会整二十多年了。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梦见我回到我牧师的教会讲道。然后我的太太跟我讲，如果上帝要你做的你就顺服吧。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没有跟任何人讲，没有第三者知道，只有我和太太知道。过了大概两年，有一天巴斯说 call 我，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讲教会啊，他情况啊，还有问我怎么样啊。我的当时我已经有自己的牧会，自己的教会了。然后牧师巴斯就说你要不要来接手我的教会。我就说，牧师，我不能拿两个公司包，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要不要我们两间教会合并起来，没有你的，没有我的，我们都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事情就这么样了。我们把我的教会和FGD 就是前身两间合并在一起，到今年已经三年了。蒙神的恩典，因为我知道我太认识我，跟巴斯说
13年了，如果加上这几年回来的话已经是16年，我所以我大概知道 Pastor Joshua 的性格。他不是没有办法走到不知道怎么样，他是不会来找我的啊，前面还有很多人可以选择，但是我想巴叔找我的时候，我想他应该是就好像我梦见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回去，当我跟他假谈了，或者我终于看到为什么上帝把我们 又两个人连线在一起了。我一直欠巴叔就说的恩情，没有他没有我今天，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和他所教的我都付诸行动在做，所以我很感恩我的牧师，我在你们面前讲，没有虚伪的讲，我爱我的牧师巴士就说。我今晚上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也希望你要学习爱你的牧师，因为你的牧师不容易。因为我之所以明白，因为我做了牧师，我才明白很多东西不是言语能够跟你形容的。所以如果有人做你的牧师，你是幸福的，你要爱惜他，就好像我今天我站在他的面前，我要陪伴他，送他人生的最后一个路口。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我想借这个时间，我们能够默哀安静一分钟。我不知道你跟巴士就是的关系是怎么样，你跟他怎么样来认识的。我想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和我一分，我们一起来怀念，来想，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希望他的生命真的能够带给你 impact， 带给你有冲击，带给你能够根据他的脚踪，我们一起走天路，奔跑这个天路。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我们所敬爱的原来基巴士就说万牧师，再次蒙主选召，重生做主的门徒，虔诚侍奉主，打过那美好的仗，跑进了当跑的路，守住了当信的道，如今蒙主恩召，归回乐园安息，安静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将来时候一到，借着圣灵，睡的人必复活，成为灵性的身体，被迎接到空中与主相会，然后进入天国，享受永生的福乐。我们主你的同龄仰望天国的福乐，在此齐声赞美主，感谢主，并祈求主耶稣施恩怜悯安慰巴士就说的遗族。今后愿主耶稣的圣灵继续引导遗族，使能追随先人所行的正道，将来一同在主耶稣的面前相会，
永远在天家团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这时刻我想邀请来自中国的陈马太牧师来给一些些的道词，我们请陈马太牧师。各位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在这里平安。好，今天晚上我很荣幸来到我们机场，也是参加南仁基牧师正式礼拜，也就是葬礼，见到了我们这么多的主内的可信可爱的家人弟兄姐妹，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一家的人。阿门。虽然我来自中国，我们在主里面已经有很早的连接。感谢主，但我记得已经92年师傅身就差南仁基牧师和师母，我们这位曾牧师，来到了我们中间，那时候他还年轻，他说他17岁。我那时候就知道一个小曾弟兄，可能都30多年了吧，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年长的牧师，那时候我就看见他合伙人，被圣灵充满，虽然年轻啊，祷告也就很有能力，咱们是和师母。到我们中间只是给我们带来了圣灵充满复兴，他那时候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遭遇了很多的同工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还条件还差，我记得就是一个简单的棚子里面，在聚会，就是通融配对嘛，因为那时候我们见了国外的牧师啊，到我们中间很羡慕，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出国还是不能可以的，也办不到护照。也不容易能出来，只有国外的牧师到我们中间去，他们到我们中间也算找对了，就在那里给我们有几天的公路培训，我记得我真是记不清楚，这是第一次什么就是大家会圣灵充满啊，祷告啊，还有活人，但是都有一些弟兄姊妹倒的现象啊，还有就是病得医治啊，为护理人得到释放，弟兄姊妹心灵力得释放，被圣灵充满，在这里上有所长进。他们去之后啊，我是多次师母和牧师，就是南仁基牧师的师母去我们老家，就是野牧场团队，我们就会多次，后来就是他们到了我们安徽的阜阳市、阜阳，还有各位，一些地方教会，
之后啊，就是多年他走遍了这个四川呐、重庆一些地方教会，也到了很远的这个黑龙江、东北啊，就是我们这里天气很暖和呀，到了东北是很冷的，我们的东北黑龙江冬季这个零下30多度，就是很那么冷一天，其实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冬季啊，在我们中国我们就是有四季分明的，我们住在那个地方按照有四季分明，从东北去就是寒冷天气很多，南方就好些，就像广东啊、广西、福建啊，那就比较暖和一些。那感谢主啊，他们也到了河南、郑州啊，还有的地方，北京、上海。今天还看那个，去上海的，不如在一起相片，只是到不同的地方，他们多少年来，往中国去啊，走访一些教会，也是培训童工啊，开培训会啊，来兼顾弟兄姐妹，兼顾教神的教会，求主啊，纪念他们的教宗，因为他在主里面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哥罗前书》的15:58，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不要讲故和妖咒，常常接离我做主母，因为知道你们的老夫在主里面不是不然的。阿门，阿门。他们的特征是将来的，主会纪念他们所走过的地方，所走过的教会，所走过的城市与乡村。阿门，阿门。他们到过大的城市，也到过偏僻的村落、不同的地方，我相信神会纪念他们，阿门。神会祝福他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阿门，阿门。阿门。在我们追逐天父神的国度里，就有他们要来的奖赏。腓立比书3:13-14，保罗讲：弟兄们，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在身在基督耶稣里上面找他来的奖赏。阿门，阿门。保罗是耶稣的使徒，是神的宗徒，他的一生，他说到提摩太后书的4:7-8，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后主给他预备上公义的冠冕。阿门，阿门，阿门。不是光为他预备，也为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所预备。阿门，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伟大的师父保罗有这样的盼望，我相信我们今天都在这个盼望之中。Amen。 让我们一生跟住耶稣一作证，跟住耶稣向着标杆直跑，跟住耶稣打那美好的仗。我们知道今天传福音救灵魂就是征战，就是打仗。而且真不是见证说还要到那些就是犯罪多的地方啊，还是西普道啊，还是有通道啊，还是西啊，还是那些拜偶像信假神的，还是信其他宗教，我们看都在捆绑之下。所以耶稣叫我们要受圣灵的恩膏，用圣灵膏膏我们，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被掳的来释放，瞎眼的来看见，受压制的来治愈，你报告伸缩悦纳人的喜念。阿门。我们看传福音岂不是要把那个犯罪的在罪恶里面的人救出来，也把那个被魔鬼掳去的一下那些拜偶像信假神的人，信一些其他宗教的人，都在魔鬼的被掳之下。我们要传福音给他，就是把他从仇敌手中夺回来，这不是征战吗？所以今天传福音，让真牧师见证到，他不阮牧师那受苦，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医病，就是把人从痛苦当中、从罪恶当中、从疾病当中、从魔鬼里面把人抢救回来，这就是征战，属灵的征战。那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生也是征战，把人要从罪恶当中拯救回来，把人从瞎子、从仇敌当中释放出来，从黑暗的势力里面释放出来，叫人带着征光，带着救，带着生命，就是征战的，从律法里面拯救出来。这就看到福音是给人带来的好消息，带来的释放，带来的称义，带来生命，带来神的国度。阿门。这就是极大的盼望。今天雷吉牧师他已经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他跑进了，所行的道他守住了，我相信神会给他予以那公义的冠冕。今天他的身他的遗体安放在这里，他的灵魂已经回到天父的家，回到神的那神那里面，神的家。我相信后来耶稣基督还是再来的时候，他要复活，他要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被弃的人一同的聚在神的面前。阿门。这是有极大的盼望，我们是有指望的人，让我们都能跑得好。今天让雷吉牧师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标准，也是我们
主效法的榜样，他把耶稣基督的榜样活出来了。那我们今天能以踏上他这个足迹，跟从耶稣，在牧者牧师的牧羊之下，勇往直前，就是向标杆直跑。要在身在基督耶稣的上当上面找我们的那个奖赏，这种目的，应该荣神新的国度。阿门吗？阿门。好，祝福大家。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求主祝福我们，与我们这个随时礼拜同在，与每一个家人同在。阿门。阿门。
我们有保护弟兄，两分钟啊，两分钟。他要纪念他的牧师，他也是有感而发，他说他要悼念。把这个交流。我要在这里，因为在第二星期四的时候，我突然很早醒来，然后我跟巴瑟一起的那些记忆全部都突然涌出来，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写一个短信，然后又再塞给巴瑟了，希望他可以收到了。所以我在这里读给大家。Dear Pastor, twice now I have found myself wake up early with my mind flooded by the precious memories of the times we spent together. I cannot put into words just how deeply you have shaped my life. You have more than just a pastor. You have been a mentor, a brother, and a true friend.You took me under your wing and guided me from being a boy to becoming a man of God. And for that, I am forever grateful. You were always there when I needed someone, offering me comfort and encouragement during my lowest moments. You unwaveringly support, whether it was emotional, spiritual, or even financial,carry me through some of the hardest times.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you stood by my side when others had treated me harshly, and how you paid for meals when I didn't have enough, especially during my youngest years. You didn't just show me kindness. You opened the world to me.You brought me to many places, like Indonesia, Thailand, and Pulau Tujuh, Pulau Bintan, giving me experiences I could have only dreamed of. I owe you so much. I owe so much to you. Pastor, my heart ages with the loss of you in my life.I can only hope that somehow you can still hear me when I say thank you. And I'm truly sorry for any pain I caused, for letting my pride to lead me to dishonor and betray you. If I could take it back, I would. So, thank you.大家好。我是 Eunice， 我是牧师的女儿，然后我在这边有妈妈，还有哥哥，还有我的丈夫在这里。我要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纪念我的父亲。Joshua 牧师，你们的到来证明了他在许多人生命中的影响。我们全家对你们的关爱和支持深表感谢。我的父亲是一位充满信心、有智慧、富有神的爱的人。自从他信主，他一生都在服侍神、服侍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导师和朋友。对我来说，他是世界上最慈爱的父亲。从小，我的父亲就在领受到上帝的呼召，因此在22岁的时候，他勇敢地带着信心回应了这个呼召。多年来，他建立了很多他建立了教会，去了许多国家宣教，创办了少年军第14分队 Boys Brigade。
带领了很多年轻人信主，帮助了很多人，还甚至开设了老人院。可能你们不知道，但是我从小到大，我常常看到很多人来到我们的家，有些人是带着哭泣，有些人带着悲伤愤怒，有些人带着很迷茫的心态，很无助，甚至有一些人已经陷入了毒品的困扰，有一些人身上还有纹身，有些闻起来像喝了酒还是刚刚吸了毒那种，在我面前进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的父亲从来不排斥这些人，他总是张开他的双手接纳每一个人，不论是白天晚上或半夜，他也是愿意伸出双手来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还是做需要做的事情。他很愿意为其他人牺牲自己的睡眠和时间，这是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最伟大的事情。相信很多人在这里也知道，我的父亲带领了无数的人信主，在教会也培养了许多领袖，其中很多人在生活中已经成为成功人士，甚至有很多已经积极投身于事工当中。因为在他的热忱和带领之下，那些特别是我年轻的时候，那些还有那些参加少年军的会员们都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回忆的少年回忆。我们会他会带我们去 camping， 会去露营，去森林那边做很 camping 很的 experience， 然后他还会带我们去钓鱼，出海钓鱼，爬山，学习怎么弹乐器什么这些。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今天他们会弹，也是因为从牧师那边他 inspire 很多人的。还有呢，我记得每个星期天我的爸爸都会起得很早，特别是他在还健康的时候，他会还开车去载人。他不是说载人哦，顺路我才去载哦，靠近我们的教会我去载，但是他可以去到很远，他可能可以在 Georgetown 这边有教会，但是他可以去到丹中门啊，他可以去 Mount Erskine， 他可以去很多地方，他都可以载。甚至教会已经越来越大了，已经有同工在服侍，有帮助人，他还是会找哎那个人没有人载他们，我会去载他们。他一直都在以爱待人。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相信很多人在这里都知道是他，无论有人遇到任何的经济困难、饥饿，还是需要任何住处的时候，他都会尽量做他所能的，他能给予帮助他就给。多年前我们的家我们不是很富有，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父亲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有过任何的犹豫，他都是第一个愿意伸出双手的人。因为他还常常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圣经说的。 It is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这是我从小就学习的一个课程。他不仅传讲上帝的话语，他更是以身作则，他做到了。作为父亲，他是我最大的鼓励者。每当我害怕尝试新事物的时候，还是怀疑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他总是推动我勇敢前行。我小时候很害羞，也很胆小，但是我爸爸总是告诉我 You can do it, go for itDon't be afraid, just try. 就是说你去做，不需要害怕的。他的话塑造了我今天的我，我永远会感激他。当然有时候我的爸爸并不完美，但是我们当中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他的心总是充满爱意和帮助他人的愿望。现在他不再与我们同在，我会怀念他的拥抱、他的关怀、他的歌声，还有他在教会时常唱的那些诗歌、那些 hymns。Dad,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and always being by my side.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me when I was scared and lacked confidence.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and guidance all these years.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to trust in God and keep my faith strong.Thank you for showing me what genuine and agape love looks like, even in this broken world. Thank you for being my father. Your love, your faith, and wisdom will continue to live on within us. 虽然我们已经失去你而感到心碎，但是我们相信耶稣所给的应许，就是信他的人能得到永生。我们全部都知道你在天国了，被你忠心侍奉了50年的主所拥抱，所以我的心充满盼望和平安，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会与你相见在天国。请不要为我们担心，因为妈妈、哥哥，我都会好好的。我们爱你，我们深深的想念你。现在我将会演唱一首歌，我要纪念他献上他献给上帝的一生。我们可以坚定的说，他的确将一生奉献了给上帝，就像这首歌曲《The Dabba Hatiku》，我一生属于你。如果你会唱的话，可以一起跟我唱吗 ？If you know how to sing this song, could you please sing this song with me?Betapa kasih Yesus
开瑞瑞的，开瑞来了。OK， 嘿。呵呵反正谁呀？本来我也没有买别的。Thank you.